小眼神，我到底看了什么东东？甚至被这场景吓到吃手手。马刺热身赛最终战对上勇士 ，Curry 与新科状元 Wembanyama 因为打招呼 say hi， 谁知道卡里大神直接停下来准备跳球。身高188的 Curry 对上224公分的斑马，结果不意外，啥都没摸到。但如此奇异的场景，可是把主播都吓坏。What is going on? All right, enjoy the game because we're gonna have a good time with this. 可是大家别急 ，Curry 的36公分差距还不是最惊人的，因为勇士保罗 Chris Paul 183俱乐部一员的他，赛后特别找状元郎交换球衣，谁知道41公分的最萌身高差直接变成小人国，而且合照还被俩包。保罗哥，你怎么偷垫脚？可爱又俏皮的画面引发球迷热烈讨论。不过 Wembanyama 的身高这时看来很可爱，但在球场上可让对手笑不出来。马刺斑马把篮球当作排球打，火锅盖个不停，就算是射手 K 汤也会遭殃。 Wembanyama 本场19分无火锅，带队击败勇士，也让球迷更期待例行赛这位新科状元能展现多少能耐。华视新闻陈义伟、蒋黄报道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